这个流，这个风，这个风，这个流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又在钓鱼了。新的天龙号，我们提早出发，因为这几天的白天都非常的热。现在又到了这个我的拿手绝活——夜钓红大木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仍然我还是保有这个冠军的荣耀。欢迎收看《野人七号部落》。没什么动啊，小只到不行哎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小木木，第二只小木木啊，一样啊。哎呦，太熟了。哎，飞飞啊，白白的，飞飞啊，不喵啊。啊，你躲那么深干嘛？毫无悬念，亲亲之我亲。整个海里都是满满的肥肥，深海 DHA， 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还有重量吗？还有啊。对啊。好货啦！哎，可是完全没有抖哎，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呢？我的天天天，怪怪的哦。完全是我们全船今天第一只的生态吧，可是完全没有鱼的感觉，会不会是什么石头啊？哦哦，石斑，石斑鱼呀，石斑鱼，石斑鱼。Sorry sir， 各位 ，Sorry sir 喽。爸爸，爸爸，来吧！终于了，终于，终于啊！好帅啊！接过去，接过去。哇哈！好大木啦！哒哒啦哒哒！太强了吧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得到自己的头了，我掉自己的头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红大木！啦啦啦啦啦！Of course， 180呆王乌刚再度蝉联，屡试不爽，还好啦，没有很厉害啦，还好啦。红大木，现在全船都没什么钓到，就是只有花飞跟烟仔虎。我呢，就一只石斑跟一只红大木，继续的累积下去，加油，继续钓，好不好？大家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可能太小声了，大家听不到。这或许。是一种掌声，我再听一下，而且是一个非常佩服的掌声，我再听一下，有点嫉妒，有点讨厌，哇，怎么样？熟悉的欢呼声 ，OK 的，与你同乐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加油啦，好不好？加油，都跟你说用呆娃乌缸180克了，你还不用？加油啦，各位！任何人都有机会，不要说都只有我，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变成我。我在跟全船的人说话，希望大家都有听到。加油喽！你看，现在才拿出来嘛，再不玩嘛，连续两竿中大物了哈！再不玩嘛，你再不玩嘛哈！钓鱼钓到在上网，你现在在 Google 怎么钓大物，已经太晚了啦！你上网 Google 怎么钓大物，你可能会搜寻到。郭博和替邦，他现在要做那个 YouTuber， 所以他现在在教大家怎么钓鱼。如果想钓鱼的人要入门的话，可以去蛋替邦直接询问郭博，看你想要学什么，他就会尽量的满足你。我想学 PR 节，我想学 FG 节，他就可以就是拍一个影片教你怎么绑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教案。是他教我的，对啊，是他教我的。
为了要帮你宣传你的频道，我知道出资下策。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，是我自学。其实真认真讲，是我自学。对啦，因为其实师傅带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我大概在1%，99%是靠个人修的。我跳石头也不是他教我的，敲门砖，你是敲门砖，敲门金砖。OK， 加油！哎，废话不多说，钓鱼了。出现呢、欸，哦，大只的哦，蛮大只的哦，很像红干呢。手感这么火热，怎么得了啊？哦，点头点头点头，这炉好料，很大只哦。讲话啦，我现在讲不出来，没力了，你讲。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啦，搞了两只正货，别人还要不要钓啊？钓不到鱼还要这边帮你拍，像话吗？如果你下次自己来好了。不会啦，看到他这样子的成就，我也是开心啦。认真开心吗？认真开心啦。看到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大大大大大波啦！大大波！大大波在我手中，我吃了！甩给甩给甩给！大大波，又是我！我终于知道新竹站在这边的感觉了。新竹2块，就快在你2点猜拳猜输我，猜输的人就不能站在这边。8000块的鱼夹，对，没错，可以称重量的。虽然它8000块，但身为台湾的我是不会拿起那个鱼夹的。不要拿，我拿。你拿。4公斤的红大木啦。来来来，不是你，不是你 ，Yeah！ 刚钓到红大木的也是这个呆瓦的，比较直，因为现在流比较大，我想要下细一点的，然后重一点，让它赶快到底，于是就成功了。干嘛啦？介绍的这么含蓄，好不好？我小声一点不行哦、喔。嘴巴都快裂开了。注意你的口气，注意你的态度。憋住你的愉悦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哎呦中鱼哎，接二连三了、啊，怎么办啊，我的老天爷啊！而且是大只的，可是好像没有刚刚那只大只。啊，拉得很累是吧？拉得有点累啊，可是我很开心啊。哦，啊，真的是在健身是不是啊？还有多少？还有很久哎。来了来了，哇哇！青海贝，青海贝，环保小尖兵，环保小尖兵，哟哟耶！有鱼，好了，中鱼啦！哇，他等好久了，等到我心慌慌啊！感谢我们的林伯森先生，刚刚铁板的浪法呀，大家看清楚了吗？就是这样，简单。我想看你摔到水沟里的样子，想看我翻船是不是？要上来是花飞哦！啊啊啊啊！什么东西？够算了！哈哈哈哈！跟观众道歉，跟观众道歉好吗？刚刚是跟大家示范一下，因为我是针对肉蒜在钓，刚刚的浪法是针对肉蒜，对。OK， 拜拜。哎呦哎呦，开枪哦！我们不一样，这次会不会真的不一样？跟着我一起摇摆。你会不会很气？别人都是红大鱼，你就是红肉蒜，而且2条。王子啦，我会钓大木啦。哎呀，反过来，反过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哇，跳，中鱼。我开五了，哥哥。如释重负啊！心里的一颗大石头掉下来了。This fish, OK？ 红大木的英文怎么讲？哇塞，不像鱼啦，没有抖，从来都没有抖过，觉得好像是趴到。应该不会，还是石头，完全一点抖动都没有。没有，完全没有抖动。九头公啊！哇塞，青海肺。哎呦呀！中鱼，中鱼，中鱼！我刚刚说，我不要再浪了，我给你们时间够了，但你们不争气，我来增加这个船的重量了。
分。好大呢，好大呢，就是钓不完。滋滋滋，彪彪亮亮，各位加油！那失败不是失败，而是我太成功了。大家还有机会的，没有问题。结束了，今天的冠军不是别人，他就是 T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来看哦，看一下哦，我丢哎。